三大特摄中最装逼的是哪个？是那个整天小民谣的地奇，还是号称欧克斯杀戮机的端木大将军呢？都不是。真要比装逼的话，还得看咱们的阿古如奥特曼。阿古如装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这么说吧，能动手解决的绝不逼逼，能肉身硬扛的坚决不开阵。别的奥特曼从头到写的都是为了正义，为了和平，而他从头到脚写着的都是装逼。初登场时就展现了一波什么叫犹抱琵琶半遮面，一个波轻松就下落难的盖亚，随后留下一个潇洒的身影，狠狠地秀了队友一脸。另一个奥特曼，击杀怪兽之后更是表演了一波什么叫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而面对棘手怪兽的时候，阿古如更是微微一笑，然后不慌不忙的单手搓必杀，直接秀了怪兽一脸。作为一个父王，阿古如更是敢直接跟主角叫板，甚至多次调戏和暴打主角，以彰显其装逼之王的身份。虽然后期幡然悔悟，但装逼的属性依然没改，甚至必要的时候整个大海都变成他的陪阵，乖乖的输个中分，等着逼王的降世。而在 TV 结束之后，阿古如更是带着逼王的属性跑到欧布的外传中接着装，甚至还贡献了新生代中最帅的镜头之一。如果说以上的这些画面小明哥和端木彦也会的话，那阿古如还有一项绝活绝对是这俩达不到的。众所周知啊，装逼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，而是一个操作，需要一个闭环的操作。而装逼的闭环操作是什么呢？不用多说啊，肯定得是挨打呀。老话说装最狠的逼，挨最毒的打，所以说阿古如才是最符合这项装逼公式的男人。你能想象吗？大海的化身居然打不过一只大海鲜，还是被吊起来打的那种。如哥，你的邪魅一笑很帅，单手亮剑也很屌，但你被打的样子真的很惨。后来对战盖亚，明明都给盖亚打成红灯了，但他偏要硬装，非得去打什么等身战，结果导致天秀的开局硬是被浪成了平手。后来升级到 VR 之后，情况更是惨不忍睹。由于已经步入了盖亚 TV 的后期，这时候出现的大多都是实力强健的精英怪，而咱们的阿古如呢，总是摆出一副目中无人的冷酷表情，随后变身为阿古如光速上去挨打，30秒被布鸟重创计时器。20秒被魔人捅穿腰子。都是这一时期阿古如的高光操作。如哥，你的玉缕白发真的很帅，但你一动不动的躺在地上也是真的很狼狈呀。所以说这就是装逼的闭环，一个真正的装之大者的操作。像小明哥端木彦这种只占了装这个字，而咱们的阿古如可是实打实的完成闭环了。就问你小明哥和端木彦哪个能像阿古如那样？还是那句话，真要比装逼还得看咱们的阿古如奥特曼。